那去哪里妈妈嘞？大家好，我是高朗，今天我们出门。是有特别的原因的，各位观众能猜得到吗？是关于主角诺哦。今天我们还跟朋友一起出去了，我们中午去了一个商场。先逛一逛，需要买点什么？因为下一个场合需要用的。第二个地方就是这里了，一家餐馆。这家餐馆有什么特别呢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呵呵，只是能让你来肚子饿的情况进来，撑饱肚子扶着墙面走而已啦。没错，那就是巴菲自助餐餐馆了。这家餐馆的地点有点远，我们都是在刚才的商场集合，然后坐火车来到这里的，但是我当天是开车过去的，呵呵，其实是因为高老开的是小车，容纳不了其他人，但是到达这里的时间都没差，所以开车和搭火车时间几乎是一样的。诺尔手上玩着的沙滩玩具是我朋友他们送给诺尔的，然后刚才我们在商场里也买了只兔兔。对了，今天就是诺尔宝贝生日了，刚才我们在商场也买了气球，诺尔今天非常开心，一见面对叔叔就送了沙滩玩具，然后又自己选了一只兔兔玩偶，我们也决定买气球来搞搞气氛。当然诺尔也很喜欢玩气球，所以他在餐馆几乎没怎么停下来，一直走来走去转来转去，弄得我用了两个小时来完成自己的晚餐。让我们现在进入主题。吹蜡烛怎么吹？吹再吹蜡吹。来来来，我们全部教人教人。开一点点再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的三十。吹吹吹蜡吹蜡吹吹吹。来再一次。好嘞。发了没有嘞？我们也在商场里买了蛋糕。哦，还有生日蛋啊！我们就七个人去聚餐，庆祝两个人的生日。哦，擦到我眼睛了。好了，慢慢擦，慢慢切好了，诺啊。看呢。哦，切好了。诺啊，诺啊，这个礼物是谁给你买的 ？Emily 阿姨跟阿迪叔叔给你买的。有没有说谢谢？你说谢谢阿姨。谢谢爸爸。你说谢谢阿姨。有没有谢谢诺啊？谢谢。不是谢谢爸爸，是谢谢阿姨。有没有谢谢阿姨？嗯。拜拜。爱不爱阿姨？爱。爱不爱叔叔？给阿姨比个心，比个心，比个爱心，很可爱。飞吻呢？给阿姨飞吻一个。飞吻呢？飞吻。不要飞吻了，你手太脏了。诺啊，爸爸在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城堡。宝宝，城堡。怎么都那么多水，老公？怎么会那么多水？诺啊，怎么会那么多水？怎么回事？还有这样子的？来吧，放这里。弄啊，你看爸爸弄一个城堡，看看倒出来，太湿了，能变成城堡吗？对呀，
了塔，城堡失败。太湿了呢。咋了？嗯，哎呀，我们没有刀，可以切蛋糕，切切切。走，这是什么鱼？金鱼。鱼？fish 金鱼。fish 那 fish